你好，王总。坐吧。你好，谢谢。王总，想喝点什么？柠檬汁、咖啡、茶还是水？给我来一杯柠檬汁吧。哦，我们先聊，我去拿柠檬汁。最近怎么样？有一点忙。上个星期我有代步课，你呢？什么？后天我也有代步课，那一位你呢？ 我明天下课以后要来求晨练夜航吗？申玉文，你那天有代步课？我礼拜四八点有代步课。真的吗？我礼拜三六点半也有代步课。是吗？是。我们以为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打篮球。你们想吃点汉堡吗？ 好啊，谢谢。我想先去一下卫生间。我3点还有事，我先去了。再坐一会吧。不坐了。好吧，那有空再来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再见，慢走呀。再见。 怎么样？有一点吗？上个星期我有代步课，你呢？什么？后天。干。谁问你那天有代步课？哈哈哈哈哈！谁问你那天有代步课？我礼拜四八点。一二三，go。谁啊？王总，快进去！王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